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贝壳奶黄包，奶香浓郁，好看好吃，一起来做吧。先在盆里打入3颗鸡蛋，加入50克白糖，120克纯牛奶，将所有食材搅拌均匀，筛入30克面粉，20克玉米淀粉，搅成细腻的糊状，过滤到。放在中间靠下方的位置，往中间挤压，对折起来，一个贝壳造型就做好了。最后在中间放入奶黄馅，这样更加饱满。全部做好后，放入温水锅里开始醒发，醒发至 1.5 倍大，轻轻按压，能立刻弹起来就可以了。开火，水开计时，蒸15分钟，焖2分钟，再打开锅盖。这样，我们的贝壳奶黄包就制作完成了。看一下，造型非常漂亮，自制奶黄馅，干净实惠，甜而不腻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